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北京时间12月10日，据罗马尼亚媒体 GG Sport 报道，在卡纳瓦罗有可能下课的情况下，今年的中超冠军教头苏宁主帅奥拉罗尤是替代卡纳瓦罗的人选之一。该媒体写道，卡纳瓦罗在亚冠赛场上的出局对他本人来说可能是一个致命打击。意大利人已经成为了过去10年中恒大最弱的主帅，即使卡纳瓦罗在上个赛季捧起了中超冠军，但他也将被解雇。在三个赛季中，卡纳瓦罗仅率领恒大拿下一座冠军，而本次亚冠小组赛出局基本上是压死卡纳瓦罗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此外，罗马尼亚媒体也是直言，解雇卡纳瓦罗仅需要几天时间。目前正治已经担任了俱乐部的总经理，卡纳瓦罗的决策权实际上已经转到了正治手下。目前对于卡纳瓦罗来说，最好的情况就是他能争取到他未来两年合同的薪水，一共高达2470万欧元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该媒体指出，苏宁主帅奥拉罗尤已成为恒大新帅的候选人之一。在今年的中超联赛中，奥拉罗尤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执教能力，他率领苏宁在争冠组比赛先后斩落上港和恒大，捧起了冠军奖杯。而在足协杯的比赛中，苏宁也仍保留着争冠的希望。奥拉罗尤和卡纳瓦罗的渊源很深，此前罗马尼亚人在迪拜阿赫利执教，当时卡纳瓦罗就是他的助手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老板。